上集我就介绍了东京的商间有什么好玩的，今集我就会介绍一下富士山有什么好玩。事不宜迟，即刻去我的东京攻略啦。好，到咗呢个天上山公园啦，唔好催我啦。好啦，咁行上去啦，慢慢。个酒店揸车过嚟大约系15分钟左右啫。我去搭缆车啦。八八。3分钟，5至10分钟嘅班。有呢啲就系。八八一。加油有船咯。但我不知道游泳船在哪里，这里的停车场是需要收费的，自助买飞是不是来回的，你选择这个就会将会搭呢一架缆车，上完去影张相落翻嚟咯，应该。佢有啲步行径噶，其实。我知道。睇下你们坐的车。3776m で日本で一番大きな山です。そして目の前に見えるのが河口湖。どちらも四季折々の素敵な表情で私たちを楽しませてくれます。Mount Fuji was registered on the World Heritage List in 2000.呢个望到富士山啦，咁而家咧六月，个叮叮咧都有少少雪景。呢个咧就系天神之钟啦。得 ，show 埋先。唔够你跳。敲完噶啦。系咪咁噶？我敲得。哇，行6个钟喎！行一阵啫，都系呢个要行去山顶。T
天上山山顶三个钟啊，三个几钟哇！行山就要用，其实系咯。可以行十五分钟就会去到一个叫做紫阳花公园，咁行四十分钟就会到河口湖畔，跟住我哋行四十分钟就去搭船。其实呢一个咧，你预咗系要去行山咯。周圍去行山，先至到個景點。因為時間有限啦，所以我就冇行到啦。同埋佢嗰個纜車嗰個設計咧，我覺得爭啲咯，因為佢如果好多人嘅時候，其實基本上咧你係睇唔到。呢、这个就是富士山的河口湖。其实个湖唔系好大咯。可以坐嗰啲观光船去睇嘅。呢啲系咪观光船咧？一只只天鹅嗰啲。台八百几英啊嘛，唔知一个人定一架咧，唔知先咯，之后炸鸡咯，饭白饭嚟啫。啲心机要砌一棵一座山咁。都系噶。哇！呢个就个餐厅嘅。鸡炸鸡嚟嘅呢个。好香啊！系喎。唔系喎。有啲面喺度咯，阔条面都嘢嘅。面嚟咩？系啊，阔条面。好香喎，个汤好香。我就麻麻地喎，呢个个样。咁我食咯。系咯，汤面。不过你食下热嘢啦。呢个鸡好味。啊，真系唔错，真系。
多謝大家收睇。下集我將會介紹我在富士山住的酒店，大家千萬不要錯過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